場搜查。人路嘅空間，唔該。嗱，褪後少少有位嘅，唔該曬。留多少少都影到噶。係啦，褪後少少等人有得行啊，唔該曬。留啲都影到噶。OK 嘅。照計咧，兩個人就唔違反限聚令嘅。不過警方要截停搜查咧，咁需要有特別嘅理由啦。今日是7月31号啦，每个月的30或者31号呢，就都会有些网民说发起一些是悼纪念翻去年太子站831事件的一些活动的。Thank you.
需要幫忙啊？隔離。你第一街坊都可以買得嚟坐噶喎。
度啊，估啊，五大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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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为何变动？为何变动？阿 Sir，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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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
在一起，跟住会嚟。阿 Sir， 准备回应我一个问题。你學翻啦，當時你有冇喺太子站現場？你有份攻擊香港市民？你有冇做過一樣嘢？你可以回應下我。我而家一個香港市民去查身，可唔可以回應下我呢個問題？我朋友俾邊個打死咗？點揾啊？行咧，好多人圍住你，會招到其他乘客㗎。你可唔可以離開車站啊？我唔係，我問啊，警方一個問題啫。你當時你想問警方有其他乘客？因為而家你阻到我哋車站運作啦。咁啊，你嗰邊個位置可以適合佢。借個靚名，可能去警署會比較方便啦。我話你話啱啱你嗰個比較多冇停車嘅位置，我話去咗嗰度會適合少少啦。係啊，因為你啲人都圍住。O K， 冇問題，警方去翻嗰邊啦。警署啦，不如如果你想對警方表達意見，因為呢度已經阻到啲乘客行唔到㗎啦。係啦，因為你一行咧，好多人跟住你啊，明唔明啊？如果你一幫幫手，已經係阻到啲乘客，你點都行唔到㗎啦。好啊，好啊 ，O K， 冇問題。好啊，好啊，去到呢邊啦。係，我哋佢嚟。係啦，我而家去警署查問下警察點解要打人啦。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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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邊一出口都要行過警署門口，我哋去查詢下我哋嘅問題。咁簡單啦，係啦，希望佢哋就可唔可以就係回應下我哋想問嘅問題啦。向呢個旺角警署查詢，當日誒呢個旺角警署到底係有冇派過警員就進入嗰個大鐵站入面執法嘅係啦，所以我今次希望佢哋喺問清楚翻上年發生嘅事，但係警方嘅態度好明顯啦，都完全都唔願意就回應我呢個普通市民嘅查詢。跟住個出入口，俾其他記者行得上。我當時啱啱就我去入咗警署啦，就希望去警方就查詢翻一個普通香港市民嘅身份，就去查詢翻上年8月31日嘅事件啦。但我就係冇辦法令到警方去回應翻我嘅事件嘅，佢哋都冇話回應翻我當日係嘅行動啦，咪由佢哋指揮啦，咪由呢個係旺角警署啦去統籌或者去指揮嘅。
佢我覺得係對於警方嘅態度，我覺得好無奈啊，都唔係好明白點解係啦。我一個普通市民入去警署唔開查詢，點解佢會覺得我係嚟搞事啦？我就覺得警方係唔合理啦，呢、這個猜測係咪？所以我希望警方下次可以處理市民查詢嘅時候，可以改一改善下佢嘅態度咯，唔好話下下都用呢個武力啊夾硬扯你入去。咁我覺得係即係對一個香港市民嚟講好唔尊重咯，我覺得係。同埋我都希望警方可以盡快揾一個渠道去回應翻當日發生嘅事，同埋調查翻香港政府去調查翻當日警方有冇濫權同埋使用過度武力嘅。我希望係啦，借今次機會，希望香港政府啦或者其他有能力嘅人士都可以話可以建議香港政府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徹查翻呢個31號嘅事件，係啦，因為我試過去警方查咗，佢哋就係未能攞得回應嘅，所以我希望可以去做一啲嘢。係啊，我要講曬咁多。好啊，咪一工作人員全部去打張西方嘅，呢條招西方唔好講嘅。去打張西方嘅嗰度，做咩工作？拉翻嚟欄杆嗰度，繼續做嘢採訪。所有記者麻煩指示你嘅記者制。警察的一個清法啦，唔好阻礙啊！八三一，每個月都會有。八三一，八三一，八三一，八三一。开翻有冇？我完噶啦，今日系啦。我完啦，好。啊，咁啊。今日活动系嚟到呢度嘅。記者麻煩你展示你的記者證同埋挨近欄杆，唔好阻住行人過去。